肥，仲有4日就到元宵佳节咯，我哋点样庆祝先？放心啦，我已经准备好噶啦，我已经喺网上面买咗一款你最中意嘅食嘅海鲜翻嚟，我哋要大肆庆祝，大餐一餐劲嘅。网上面会唔会俾人呃噶？唔会嘅，嗰间店铺好多人赞好噶。好像都是不太可信的，想知道阿肥究竟在哪一间店铺里买，还有买了什么海鲜给我吃，最重要是他最后会不会被人骗呢？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看我们最新的影片啦。